穿行在闽西南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之中，你随时都会为那星罗棋布、各具特色的客家山村所惊讶。形似核反应堆的大圆土楼，状如四菜一汤的建筑奇赏，号称最具乡土风情的客家围龙屋。当然，这些都是你从各种宣传画面中所看过或者熟知的。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南靖县塔下村的德远堂前，那一杆杆高高耸立、中国罕见的石龙旗，以及石龙旗所蕴含的无可取代的骄傲与尊严。石龙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尧舜时代。据《史记》《淮南子》等史书记载，这种木柱乃诽谤木。尧为了便于收集老百姓的批评和建议，特立此木，使人们书其善癖于华表木也，故称为华表。最为著名的华表，莫过于北京天安门前的那对望君龟，用以呼唤皇帝赶快回宫处理朝政大事，与天安门内望君出，提醒皇帝应该多出宫体察民情，遥相呼应。而塔下村德远堂的石龙旗，形状类似华表，但作用决然不同。它是专门为鼓励客家后辈勤奋学习、成才立业而建造的。我们家族这个祠堂立这些石龙旗，最主要的目的啊有两个啊，一个呢啊，我们以前就是规定要能够考中举人、进士、状元，你才有资格在这边立。更重要的意义要激励后人、激励后代嘛。每一柱石龙旗都是一面褒扬的旗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敬祖奉宗、仁孝礼信、耕读为本、诗书记事。这24杆石龙旗高低不等，低者8-9米，高者10多米，均用花岗岩精雕而成。其结构分为基座和旗身两个部分，主体旗身分为下、中、上3段。下段是方形主柱，刻有数旗年代、学衔、官阶、辈分和姓名。下中段之间用方盘石藻笋相连接。中段柱体雕刻栩栩如生的盘龙浮雕，上段用盘石衔接着高约2米的圆柱，顶端则雕成毛笔笔尖或一头作诗。石龙旗雕镂工艺精湛，可谓中国石雕艺术的精品。据说古时候塔下村的张氏立下族约，凡是族中子弟应科举考试得进士以上的，可在德远堂前树立石龙旗，并依照功名、官职高下、品位大小及文武之别，其所树石龙旗的长短、底座的式样与柱身的雕饰各不相同。通过科举制度考中进士的就是这一个啊，就是这一位啊，所以他有资格立6面啊。如果你是考中举人呢，你就立4方的；如果你有能力考到状元，你可以立8面，8面威风啊。我们这边没出过状元啊，最高级别就到这个进士。石龙旗的寓意美好而深刻，一杆石龙旗的矗立就体现了一门学子或一个家族的兴师立礼和家风传承。在一抹斜阳之中，枝枝朝天而雀的石龙旗似乎在诉说着那一方被热情浸润过的岁月沧桑和一页页历久弥新的家族历史。这种家族历史的凝聚与传承，在张氏家庙德远堂之中更显得厚重与庄严。张氏家庙坐落在塔下村东面的山腰上，
已有400多年历史。家庙后面是一片半月形的斜坡草地，绿意盎然，和庙前另一个半月形的畔池将家庙环护其中，浑然一体，宛若天成。草地连接着一片郁郁葱葱的风水林，树林随着山风向上延伸，直入云天，风吹林涛，气势磅礴。家庙正面的古式牌楼上是彩色瓷片镶嵌的双龙戏凤，形象栩栩如生。屋脊上的各色嵌瓷浮雕，有三国、八仙等历史传说人物，有龙、狮、虎、凤等珍奇名兽，还有牡丹、竹菊等奇花异卉，构图精巧，形神兼备。屋脊的这个位置哈，有很多色彩非常鲜艳的这种人物走兽，那这些的话，它都用这种瓷，就用这种色彩非常鲜艳的这种瓷的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出来。所以的话，这样子的话，就让一个当时啊，就是你看过去的话，可能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比较矮板的，或者是一个比较素雅的这么一个屋面，变成一个非常张扬的、色彩非常鲜艳的这么一个屋面。所以的话，形成这种跟其他地方哈完全不同的这么一个建筑的一个风格。穿过牌楼，家庙的主体建筑近在眼前，主殿为歇山式屋顶，四架三间结构，分上下两堂，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左右两根6米高的大圆柱子上写着清太史张敖撰写的一对长联，长联由78个字嵌入1至10和百千万亿的数字，共有14个典故，涵盖了张氏族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功勋和家誉。正中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德远堂3个鎏金大字，出自张氏第15代孙清朝丙戌进士张金拔手书。横梁上镌刻着宋代朱熹的名言：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正堂内壁上铸有神龛，排列着张氏历代祖宗的神位。据当地人介绍，早年迁居台湾的张石敢在台南开基创业，家音富足。为了纪念祖籍，张石敢后裔特地派人回塔下村丈量了德远堂的建筑规格，临摹了壁画和牌楼、匾额、石柱上的题词雕刻，在台南兴建了同样规格和样式的家庙，也命名为德远堂，让子孙永远铭记自己的根在大陆，成就了一段闽台两岸同祖同宗、同根同源的亲情佳话。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土楼的，我们每年都就回来回乡拜祖传、而今塔下村德远堂已成为旅外张氏族人联络感情的桥梁与纽带，每年旅居台港澳及海外的张氏宗亲回塔下德远堂寻根谒祖的络绎不绝，登临祠堂敬慕之感油然而生。它不仅是塔下张氏家族数百年风流的彰显，也是闽西南人民文明教化、诗礼传家的明证。顺着张氏家庙前的石砌台阶而下，一条清澈可见的溪水呈 S 型之势蜿蜒而来，将塔下村一分为二，清流如带，绿树如烟，一溪之水
正好是阴阳鱼的界限，将村庄两面分割成太极之两仪，一南一北的两座大圆土楼顺昌楼和玉德楼就建在两仪的极点上，使得村子的整体布局恰似一幅太极图，因此塔下村又称为高山上的太极水乡。同时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塔下没有土地建造大型土楼，张姓族人便因地制宜，在沿溪两岸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浙杭水乡模式的砖木结构吊脚楼。吊脚楼和大小不一的圆形、方形、曲尺形的客家土楼形态相映成趣，构成了大楼带小楼、高低错落、蔚为壮观的古建筑群落。村中小桥、流水、曲径、石阶，动静相宜，仿若仙境，被外界誉为闽南周庄。顺昌楼是太极两仪的意眼。顺昌楼采用当地生土夯筑，设有双环围墙，是塔下村最大的土楼。外墙楼高四层，沿着圆形的外墙用木板分隔成每层46个房间，内侧辟为走廊，内圈建筑约有30-50个房间，一般作为客房使用。中间是祖堂，是居住在楼内的数百人婚丧喜庆的公共场所。祖堂是土楼的核心，这是每一座土楼所必备的基础建筑。同时楼楼有厅堂，并以主厅为中心组织院落，以院落为中心进行群体组合，充分体现了客家传统敬祖睦宗、聚族而居、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位于太极另一眼的是玉德楼，玉德楼是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土楼。1926年，玉德楼被军阀张毅放火焚毁。1972年，由本家族华侨张庆崇先生重新捐建。因当时需要住所的族人不多，所以只建了一半，另外一半则用一堵半月形的夯土墙围起来，上面盖着护墙瓦，整个土楼反而显得特别。从远处的半山俯视，一半高一半低的玉德楼就像女子身前飘逸的围裙，因此聪明的客家人就把它取名为围裙楼。文选楼是张氏先祖为了给子孙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专门建造的一座学堂。楼内赤昌亭的对联：世间善事终和孝，天下良谋独与耕，教育子孙后代要以忠孝为善，以耕读传家，体现了兴师立礼的儒家思想。这座叫做和兴楼的土楼则是灯火辉煌，人来客往。随着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的声名远扬，土楼主人抓住商机，将它改造成了客栈，供远来的客人住宿，并可在其中体验一把土楼人家带着山林的木箱，枕着潺潺溪水入眠的惬意生活。客人的惬意是短暂的，而客家人的惬意却是长久的。正是这里的好山、好水、好空气，让南靖塔下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寿村。在村中行走，常能碰到长寿的老人，或含饴弄孙，或闲坐聊天，或独享冬日里煦暖的阳光，生活恬淡而闲适。当然
长寿是没有秘诀的，除了纯净的村庄生活与淳朴勤劳所练就的身心素质外，不可忽视的还有一条在于客家人自古注重孝道，兴师立礼，礼礼敦亲和睦，尊老爱幼的观念已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骨髓。按照长寿村的标准，是每十万人当中有一个百岁老人就是长寿村了，就是长寿的地方了。那我们村的人口大概就是1500个左右，可是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以上的百岁老人啊。在我们这边有一部分的这个石龙旗杆呢，就是纪念百岁老人的。因而张氏家庙德远堂前的石龙旗也由为贤者立，进而为寿者立。为寿者立石龙旗的是塔下村的知名华侨张德朗兄弟。1978年，他们为母亲张江运金的百岁寿辰立下了第15根石龙旗。为寿者立已是破例，在祖庙前为女性立旗，更体现了客家人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从那以后，只要有功于家乡，倾心慈善，造福桑梓，不论男女，有无功名，都要给予表彰。最新的第24根石龙旗，就是旅泰华侨张扬先生于2012年3月所立的。张扬先生1991年往泰国曼谷定居，现任泰国华人青年商会执行会长，多次捐资助学、修桥铺路，对家乡贡献很大。数百年来，塔下张氏涌现出了300多位文教、军事、科研人才和100多位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贤达。每年春节至清明期间，相邻的南欧村、曲江村的张氏村民都要聚集在德远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不少海外侨胞也会赶来共叙亲情，并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村中那条奔流不息的溪流，每天都把清澈和洁净送到家家户户。这条与村民息息相关的溪流，建国前从村头到村尾只有3座木桥，若遇山洪爆发，木桥被冲毁，只相隔30多米宽的两岸村人便中断过往。后来在村里华侨的资助下，在溪流上建造了11座石拱和钢筋水泥桥，使两岸村庄衣带相连。荣听桥及荣听碑，就是塔下村民为纪念华侨张荣听先生一生热爱家乡、捐资助学、建设家园而兴建的。雪鹰桥位于村子的中心地带，是塔下村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站在桥上看去，塔下的古村落景观尽收眼底。小桥流水，土楼人家，把塔下村装点得分外妖娆。阳光灿烂的清晨，村妇们提着木桶，领着孩子到溪边洗衣洗菜，把鲜艳的色彩和款款的谈笑声一起洒进溪水里，和着粼粼的波光荡漾开去。